What's up, Explorer? This is Pan Pan XP. I know lately there's been a lot of talks about President Trump, so I went out on the street to find out what Chinese people think about Trump. Take a look. 我觉得他应该和以往的总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他当了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也发生了一些改变，然后我觉得他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很难讲美国的未来会怎么样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大家都很期待，看未来，他的政策比较实用。 尤其是他这一次访华之后，和中国签订了大量的贸易的合同，我觉得他对改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也做了些努，但是他和以往的总统是不同的，就是他更知道，美国需要什么，对，更加实用。还好吧，那个好像他一上台的话，好像推出很多经济改革吧。哦。Okay, a little bit crazy, of course, but I think it's better than previous president. 我觉得很幼稚的一个人。很幼稚？为什么？推特治国呀。但是也挺潮的。是蛮潮。很潮。非常放飞自我的一个人，一般政治人好像不这样子。对啊。他行动派吧，感觉目前我室友一直在跟中国示好。但我觉得他上台之后，可能对于我们国家相对来讲，从中美关系来看，应该是要比上一届好一些吧，个人感觉了。现在我觉得他当总统时间还不长，就是很难说他做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 但我觉得美国民众好像还蛮，相较于他刚刚上任的时候，现在对他可能认可的声音多了一些，因为他确实做了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但是他也做了一些就是让大家觉得很不能理解的事情，比如说美国现在也退出了一些国际的协定，什么那个巴黎协定，然后特朗普决定退出，可能我觉得有争议，但是有些人支持，有些人不支持，但我觉得他好像。 比刚刚当总统的时候受大家认可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他可能需要跟中国加强合作吧，才能共赢吧。反正好像没有奥巴马好。为什么？感觉上。感觉。有看到新闻，我觉得好像对于中美两国关系，促进应该是一个有利的一个消息吧。你慢慢大概看过新闻。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吧，然后我觉得中国可能也从他的访华中得到了一些中国想要的结果，就是我觉得还是挺成功的，因为好像他和习主席谈的也很好，然后他们两个也表示互相欣赏，我觉得，哎，我觉得这个访华还是成功的，对他来说很成功的，也需要跟。 中国家的国家，新兴国家加强合作嘛，采取那个不能采取那个贸易保护主义嘛，不然就可能会倒退的。A friendly gesture, of course. But I'm not sure that means anything. 向中国示好啊。他不是，其实他也不止来中国嘛，其实是到亚洲各个国家，他都有去嘛，其实。对。看不出什么具体意图。 就正常的，对，正常的，正常的外交。其实这种好像就是，礼节性的那种访问而已啊，感觉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就这些。他们俩的关系啊，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之间应该都是，我觉得应该是两国之间的关系吧，这个可能要看说。
要很综合很多因素了，我讲不出来那么深刻的。我觉得，访华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聊得不错，但是你很难界定这种关系，就是很难从私人层面上去解释什么。所以我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关系，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就目前来看，好像合作更多一些，但是我觉得当涉及到一些国家比较关键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站在各自的角度吧。因为现在中国和美国虽然合作也很多，但是争端也很多，所以很难去定义说，也可能说这段时间因为一些合作关系比较好，然后下一段时间因为一些其他的。所以我觉得从领导人来的角度来看，说他和另一个领导人关系好不好，就是很难下定义的。该是还不错吧，都有来互相访问嘛。如果说他们私下的话，肯定是好朋友吧，可能。compared to Obama and President Xi, I think they have more in common, or they might be cooperate better than previous ones. Actually, I do think that stubborn, and they are quite hard on what they believe in.像中国跟美国的关系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其实内地里勾心斗角。对，内地里勾心斗角。表面友好，然后暗地较劲吧。觉得他的特朗普及这个头发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们不是搞笑的吗？我觉得应该是真的吧。真的 OK 好真的。What's up guy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o the end of this video. Give me a thumbs up if you like this video and hit the subscribe button as I'm gonna have more of this update. Until next time,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再见